爱记啊，唔当为了钱，爱为性命。早年在高雄冈山行医的李森家医师，面对偏乡的病患，不论上山下海，总是亲力亲为。阿坤伯，你小心来接。迄个时阵，我根本就无去想，我刚才想着讲，我是不是应该安尼做？这毋仅是医生的本分，也是一种责任。65岁，更带着太太到后山玉里为偏乡医疗继续服务。8年的王振，一共服务13000多人次的病患，绕行台湾16.2圈。超音波检查结果出来啊！离病后，他挂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，而是他王振的病患。啊，琼花进阶门诊、义诊。居家关怀，啊，佮有志工，你是一项拢袂用甲我减免的啊，所以哦，我绝对袂半路就安尼绕跑去啊。化疗带来的副作用让80岁的李森家医师体力大不如以往，如今不能再王振，但他的生命故事将会登上荧幕，生命桃花源将带着观众一起踏上李医师这趟守护生命的旅程。大爱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